的梦想是？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检察官。那你们呢？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翻译官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小学老师。同学们，上课喽！老师好。我的梦想是从军。早熙、李登、敬礼。梦想起航。这条路上也许是孤独的，但别忘了身边还有非常多的伙伴，相互合作，帮助彼此实践梦想。一路上我们都会遇到许多问题，但不要忘记你还有脑，可以推理。相信自己，在失去动能的时候给自己力量，持续前进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规则和框架，但是只要你有好奇心，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路。勇气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没有勇气就没有行动力，没有行动力就没有实践。通往梦想的道路上，我想行动力是必须的，因为梦想只是想，当你做了，才会成真。拥有一颗愿意冒险的心，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，就能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冲出只属于自己的路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，对什么东西有兴趣，或者是还在迷茫当中，尽可能的去用最真诚的那颗心去体会。希望这样具有活动意义，能够让复兴高中的孩子打开新的视野，进入更宽广的世界。校长在这里要宣布，我们一起任务成功。